裹上麻酱，烫上这羊肉嘛意思。这个时间也不能长，这个冻片也不错。大爷，您再来份鲜的给。人儿在范儿刚一顿不撤的话，好久没有吃涮羊肉了，今天找个老店好好吃一顿清真涮羊肉。啊，这大花碟子。哎呦呦，好，您别这么喊我大姨。我用本上的啊。咱这一份多少？六两。六两啊，一份鲜的，一份冻的，一个水爆卓。菜是嘛？看您安排，这菜篮子行。这太好了嘛，这不小料随便加哈。哎，嘛没有，你找我要就行。而且你把自个儿第三，我看你那样你吃，就怕你吃不了。做得好，这小料调的看着可以，辣油。绿色，到时候不够再找大姨要。你包你的啊，我以后不吃啊。好嘞，把火锅拔起来，第一个事儿肯定是先涮水爆肚，下里了啊，七七八八放这里，裹上麻酱。我好喜欢这个料，这肚也行，这肚两下就行。我啊，赖我了，赖我，赖我，赖我，时间还长了，这么一锁，这回我试试三下。二三，尝得涮三下嘛口感的，这时间短真不一样，更棒更棒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就三下，三下这口感绝对棒。我这水爆竹就把这把料给去了，再来这鲜片，这时间也不能尝啊，变色就捞出来，尝尝这羊肉嘛意思。你这就越老了，不听话。这个他妈老嫩了，这个变色就弄出来，这就行了。烫好了吗？这不真的老嫩了，这个。这个真的好棒，这个。这第二把料也要没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个得翻场，这个太爽了，这个。看这肉的纹路。素丸子、白菜，还有绿色冻豆，看了吗？这茼蒿多绿，这个时间也不能长。这。算着好吃，别下菜了，咱该下肉了。羊肉片，嗯，尝尝这冻的嘛意思。冻片看着也行，这个冻片也不错，当然了没有那个鲜片好吃啊。来接着下，哟，烫我一下子，我这手指还没好了，险些又造成伤害，都搁里了啊。咱再来份鲜的，有量没量吧？你让我自己吃六两，我肯定吃不下去。大爷，您再来份鲜的呗，好吃所以再吃。好，给你留点喝水量吧。喝水喝的少，不如跟王德比。我今天没吃牛肉片，所以不需要跟王德做比较。王德的羊肉片我不吃。锅边烫，你收一下。来点清汤。没事，我这皮厚，这鲜的必须翻场。这个太带劲了，这个羊肉真吃嗨。您这干到哪一天？二十八，倒数吧。哦，人家不开道，您这也没得卖呗。吃的我有点晕，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香晕了？最后一口，今日消费258。